睡醒了，我怕你睡着觉没敢给你打电话。绿冰，嗯，你当年去一中，不是因为父母离婚，是因为躲我，是吗？你知道了？是真的吗？ 为什么呀？我们那个时候不是玩的挺好的吗？你是那个时候一起跟我玩的李宇冰吗？你如果不愿意跟我一起去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？为什么还要跟我一起约好去六中呢？我不明白。因为我害怕你。害怕我？因为我小时候你太霸道，我胆子又小。 有什么事我都不敢跟你说，怕你生气之后我会遭殃。李冰，你以后不用怕我了，我们不会再见了。唐雪，怕我。 我什么时候变成那样了？在别人眼里，我到底是什么样的？